中国大陆发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新规划，预计在2035年之前完成技术更先进、功能更强大的新一代北斗系统。说我们在星座的构型上，我们将以北斗已有的高中轨为核心，那么融合我们低轨的一些特点。那么低轨导航卫星目前的技术研究成果表明了，它会在快速收链上的，也就用户定位的速度上更快。按照公布的计划，大陆将在2025年完成下一代北斗系统关键技术突破，2027年左右发射3颗先导试验卫星，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下一代北斗系统组网卫星，最后在2035年完成下一代的北斗系统建设。